可以微博营个业吗？他是油脂脂，还有啊，老妹儿，你说呀，你刚才说啥？啥说啥，老妹儿？我说微博可以。我说微博，能多多营业吗？然后我们都很，就是很想看你的新动态。不是老妹儿，你说呀，你那个什么呀，那个什么？我什么？我在说呀。啊，你听不到吗？没有啊，我听着了，但我没听着你刚才说啥。你说呀，什么？你那个什么？我说微博能多多营业吗？我们想看你的新动态。这江南，我怎么老妹儿怎么一说到那个一说什么时候我就听江南说啥呢？怎么事儿，老妹儿？我也没听着。对呀、啊，怎么事儿啊？别演了，李弘毅，我知道你能听到。不是老妹儿，你说的什么啊？你说让我多休息，没事什么的。这个我懂，我懂。哎呀，他要怎么说？小孩子，现在的小孩子，年轻人对吧？女孩，尤其是女孩，心地善良，要怎么说？贤惠，以后肯定是个贤妻良母。我懂，老妹儿。哎，行，哥知道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好的，哥懂啊。好的，好的，老妹儿、啊，你再连下一个人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一直支持你，拜拜。你看这老妹儿，你看这多善解人意，好嘞。他刚才一说什么那个什么希望你什么之后，我他不说话了，我这耳轮不好使。怎么事啊？这是啊，这怎么卡了？卡了？应该是卡了。